你们听到这个声音吗？嗯？哎？哎？哎？我没有那个啊。噔噔噔噔噔。我是车速，哦呦呦，差点没上去。给个蓝，谢。Double blue buff， jungle 不让蓝。接一个大飘，这个车速相当的卓越。来个拖飘，再来个拖飘，到底有没有比较快啊？我是没有搞懂啊，到底是有没有比较快啦？好，我们这里直接开，然后再抽一颗，那一颗应该吃得到蓝，吃到我就无敌了。啊！Oh my god！啊！哎，我被顶出来了，我被顶出来了！啊！我那个最后那个弯，那个弯多漂亮，太鸟了吧！啊，给观众选车，给观众选车，好，等等我打字，我下面那个就这个，下面这个，啊 C1。我要开马拉松不落，爆裂好了，爆裂！哎、欸，你这车怎么打的？哎，一万，不行啊，你这车太大台了啦！你的游侠就准备，哇！超夸张，游侠就准备。有没有C1啊？有没有C1？来一波C1吧！来喽来喽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最初的港洞。哇 ！Oh my god！ 反票，挡他一下。
单位单喷。好了，来了。这里来个双段位，这关会不会满啊？会耶，太棒了！这里接个四连喷好了，这里不要开，我们吃蓝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来个急抽双喷。然后这里来急抽接四连喷，一、二、三、五好了，七太少了，这里也接五连喷好了。好，这里上波三连喷，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哦，没气了，哦，没气了，不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里冲段位。好，左段位完，接右三连喷。一、二、三，开气。再接个 U 弯。好了，再一个急抽，满一颗。气也太少了吧！下波急抽不会满耶、欸！我的天啊！我头好痛啊！我头好痛啊！来，我们再下一个，下一。盒子好，舒适 SR， 但我没有舒适 SR 哎，倒没有舒适 SR 哎，好，没有舒适 SR， 哇，你们都有舒适 SR 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我什么 SR， 我这个特别版的，特别版的吧。我没有别的舒适啊，啊，没有舒适，那我来开个爆裂吧，爆裂 SR， 好，然后我们下一场来用利器，因为看观众蛮喜欢利器的。我换一张赛道怎么样？我们换一张赛道，换这个森林发卡。好，可以看到暴力 S 啊，就是，坦克车哦，加入国军，拯救未来。我想开炮打那个前面的、哦。哦，不会满嘞、欸！哎呦，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种 SR 害人最开心的，因为害到就是，就那个后面那个就爆了，基本上就爆了。东威，很开心。好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跑法，然后这里是下去再甩，这个我知道，这里再甩，有没有？刷波六吧，各位，给老人最后的一点那个安慰啊！
接吃肉，等双蓝器，再一个急抽，开戏的时候你骗我这不是战车，这肯定是战车啊，战车是啥？再一次下去甩，要撞了，哎呦我有挡住了，nice。老人的最后希望，老人希望破灭了。对，你就由此可知，这个舒适 SR 确实是我们在 SR 时代除了尖峰 SR 之外最好的这台车了。就差异性相当的大，那一张赛道大概可以差到这个八秒左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舒适利器，我们有舒适利器，太棒了！我有舒适利器，我们用困宝吧，我们困宝。不是这只，不是这只，捆绑捆绑，然后来跑我们的什么土豪呢？跑个童话怎么样？可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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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呦，哎，这台车，好怀念哦！天哪，好怀念哦！这个喷气声，这个急抽。哦，确实啊，利器好像是台湾以来速度最合理的车子。好像蛮舒服的。好，看一下吧，能把气扭满。好，满了，再来一个急抽。哎，不会满呢。哦，完了，撞歪了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我习惯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习惯了。反票。没办法啊，我这你知道就是会有那个习惯吗？那个胎压结束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手就不是按反胎，
是往内点，哎、欸，我又撞到外侧了、欸。还是不熟啦，路线还是不熟，还是会偏差，但是跑起来比 SR 舒服很多。好了，我们再开下一个车种。好，是我们的87车种，机车第七。好，机车第七。机车第七。粉红俏皮，有，我刚好抽到粉红俏皮。粉红俏皮，粉红俏皮。机车的话，我们来跑这个比较好跑一点的地图。噔噔噔噔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喜欢矿山啊？矿山曲子滑坡是不是？好好，矿山矿山。来来来来来，矿山。我总共花多少钱呢？我花了大概是这个87块。我这仪表板，仪表板好帅哦！哇，没满！可以的，我们已经可以战胜风刃的，开着我们的小绵羊。然后摩托车这个绿红那个红绿跳红是比较难的啊。啊！你们刚刚看到我这个打一针吗？我打了一针呢、欸。好，我们再玩一张别的图好了。来来来，我看一下，师长，师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坐标，坐标，坐标，今天也没滑到坐标。今小草月有看过小豹哥吗？你们觉得有还是没有？
这样子也是蛮好玩的。比那个矿山简单多了，我觉得。换个红，哎，太多那个赞了吧！啊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我就没什么意见了。穿墙，玩错边了。你、欸、摩托车可以穿墙吗？摩托车可以穿墙吗？噔噔噔！为什么都要落地才能开这个下一个氮气？因为在跑跑的这个氮气，虽然说你有一个往前喷的一个作用，但是在空中还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不要浪费氮气。哦，感谢订阅，感谢 TUSKASA03， 感谢订阅，亮的干爹。粉丝刷太多了啦，不要刷那么多啊！一行一行还可以啦。那个下一张要什么？车车 ，P R O。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哦 ，P R O， 好 ，P R O，P R O。噔噔噔噔，雷霆雷霆。雷霆超强，肯定要雷霆了。不是啊 ，UZ 说，等一下好了跟我讲啊。他看起来还没好啊。雷霆飘，雷霆飘，我们跑工地好了，怎么样？沙漠旋转工地。等等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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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碰到，好，然后再一个最佳化，有最佳化接单喷，好，段位上斜坡，走这里一个最佳化，对不起，记错跑法了，好像要甩上去耶，最佳好像太快了，单喷。再单喷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稳着！然后我们这个下去直接接连喷，接到有半颗气之后，这一个段位吃双蓝，没吃到，没关系。然后这里直接最佳化，然后再补一颗起来，因为用抽的根本不会满啊，用抽的完全不会满啊。如果跑跑现在画面有点累格，把 tab 切一下画面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接点喷。哈，好，我们有对手了，我们有对手了，一个黑色跟一个红色的。我们这里不要那样，我们直接上甩上去。
可以做一个试图阻挡。来穿一下墙，看能不能穿，应该是可以啦。不行不行，这张图墙壁太不像墙壁了，这缝太大了，这缝太大了。噔噔噔噔，好啦，图不要再洗啦，图不要再洗啦，洗到都不能聊天啦。都不能聊天啦、啊、我们再看一下 HT 啊，还没开过，我们开 HT 吧。 HT Go Go HT 莫忘 HT， 这个我们 HT 有什么呢？就是这台了，金尖，不对对，金书 HT， 那是加欸，我们那时候是开 HT 加吗？应该是吧，没有别台啦，就这台吧。拿来跑个，等你等，是吧 ？HT 应该是只有这台啊。舒适 HT， 这是加 L 一哦 ，O S 哎 ，O S B B S B S 舒适 B S H T 加，好，我们开这台，我们开这台 H T 加，就开最原始的那台，没错吧？绿色带是最原始的、啊，好来吧。我在想，我们选错，怎么那么多车啊？那这台也是加，这台也是加，这台也是加、啊，怎么那么多加、啊？没有普通的吗？没有普通吗？不要加、啊，加就受不了啊！有没有都是加 HD 加？还有这个加 S， 加加加加加，受不了，我要开前锋了 ，Go Go！ 没关系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噔噔噔噔。各位观众，已经来到了七比七了。小草月现在第二名，能否抢到第一呢？可以 ，easy。啊！哦哦哟！好，我们这里抓地过。现在欧文依旧是在第一名的位置，小草月紧追其后。就在这里，欧文有点颠簸。超越超过去了，
不行啊，你这样子怎么可以？你先上来啊！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啊，兄弟。你要照剧本演啊，剧本剧本，好不好？剧本，好，来来，欧文依旧是在我们的第一名的位置，走了一个右侧，难道他有些特别的技巧吗？现在紧追其后的小草月，可以看到，紧紧的跟在欧文后面，究竟有没有机会呢？欧文死去，在这个平行时空的世界里，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小草月拿下了这次的冠军。UZ 到底是好了没啊？